准时六点。你稍坐一下哦。好好 ，OK。每天就睡，每天就这样吃老睡，睡老吃。这是人生最啊！曾经人家活一百二，你看你超过一百二了。一百二十一。啊，一百二十一。哇，这又是最新的了吗？这个也没有最新，这个往七月买的。先让糖上来了。好。好。启动。启动。飞行模式吗？嘿。很幽默，拍他拍他。疑似那个爆炸物，所以今天不能再进出了。到了晚上九点多，我先生去的时候。